就是因为苏子叶他干的这顿肉，那你不吃苏子叶不白扯了吗？这个就是苏子叶，前两天做了一回苏子叶咸菜，感觉挺好的，然后这是打算再做点，直接弄个烤肉，先薅点叶子。你在下头猫着干啥呢？你也不宰叶子？完了，这姑娘要罢园了。来，买块肉。这是块牛肉，非得上地下。哎，又腌上了一箩苏子叶。这点苏子叶呀，可惹祸了，整出这么一大堆东西，非得要吃啥烤肉，把这肉咱腌腌，咱就实乎乎的啊，这牛肉大片，咱就给它来上，还吃什么牛排？这是纯肉啊，这牛肉真出息呀、啊！来，咱整上料，给它腌一下子。洋葱，来点香菜梗，牛肉粉，烤肉酱来一些，白胡椒粉，再切点鸡胗。这连肉带菜啥都有了啊！咱拌好了，给它装盘。孜然。这是手打牛肉，这家伙一顿锤吧，说肉都松散一点儿。就看咱这一桌子鸡鸭鱼肉是不是全了，咱再给我做炝拌菜啊，这木耳这小天吃上嘎舒服啊，咱们切点小圆葱接个味儿，来点配菜，哎呀这小料一拌上，这小天喝点小酒那贼嘚了。我发现了，做这玩意真迅速啊，半拉点儿就开饭了啊！来啊，锅热，开始下肉。看咱这肉片不够实惠，这就满盘了，多迅速啊！这肉，看上色了啊！嘿，嘿，嘿！哎，这肉也好熟啊，这牛肉。哎，好，哎，这家都快赶上炖了，这汤料有点足啊。怎样呢？吃一口，熟了吗？哎，看看，尝上一口。嗯，不错。嗯，尝口肉吧。哪？嗯，很嫩呢。尝一口。喝上一口。哎呀，这不错。就这小院哈。嗯。农村生活，像样。嗯，很好。煎的时候把汤捋一捋，还炒的啥？嗯，先给你把汤捋一捋。嗯，对了。就是因为苏子叶，他干的这顿肉，那你不吃苏子叶不白扯了吗？嗯。嗯。今天背的老全乎了。现在那玩意儿比较慢，吃不到嘴儿。行，来来来，给放到大。哎呀，加上这个酥了啊！嗯，这料的还不错的。嗯，我加这原味儿，配这个行。别说呀，咱这小玩意儿太像样了啊、哦！就这么的，哎，一裹上一大块肉，咱再蘸点小料。没日了，生活。哎，咱再来点羊肉。这肉来完了，来鸡胗啊，咱再来一波。看看，这已经开始有淌汤的了啊，尝尝。口蘑这个汤是必须得喝一口的，蘸点料，哎。熟了熟了，这
时候吃的肉差不多了，乱码七糟的啊，咱就开始来吧。